菜刀立菜。啊，这三义的街头美食，罗记馅饼。啊，这个就在农会的前面呢。啊，三义农会的这边。本来都六角钱啊哈，本来六角钱也塞到农地来，当专业不？几多年了呀？十一年了哈，哦，十一年的历史，这个是有历史的、哦，十几年的历史了、哦。孙先，完全孙先了、啊，孙先，来孙先要今天住。面团在家里先做好啊，面团配料在家里先做好。好，啊这边啊，这个韭菜高丽菜，这个手法很手法利落啊，十一年的功夫啊，手法利落啊，这个。这个游客学生啊，这个买了很多，公司行号这些都订货了哈。很香的哦。每天都是当天现做啊、哦、当天现做。手法速度很快，手法运作啊，韭菜高丽菜味道非常好。看它的，哇！看它这个银成品的馅料，哇、哦！高丽菜，韭菜啊、哦，真的高丽菜，这是高丽菜，高丽菜的。